养花先养根，这个道理很多花友都懂，尤其是刚给我们的花卉换盆或者是出现生长不良的时候，养根更加起到至关重要的效果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达到这种快速生根的效果，可以直接用上这种强力生根剂根呱呱。因为这种根呱呱呢，它是由云朵丁酸以及麦乙酸复配而成的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力生根剂。它是这种颗粒型的，我们只需要在花盆的表面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，通过浇水它就会慢慢的释放，大概有2到3个月。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是换盆也好，或者是家里的花出现生长不良也好，都可以给它用上，促进它快速生根。那么根长出来了，自然就不担心不会正常生长，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懂。而且这个根呱呱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用，它还可以抑制植物出现徒长，同时呢它又可以提高植物的抗性。如果说大家也想养好自己家的花，都可以给它用一用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